来，我告诉你，牛仔裙你看到你会吓死。好，这个牛仔裙的弹力如果不够弹，请大家赶快退货回来给我，因为穿下去真的好舒服。它的那个延展性太好，延展性太好，然后又是深色，然后这一次出不一样的款式，是小开叉在两个位置。好，这样才看得清楚。排扣的地方呢是真排扣，所以有人就会问说，哎，这边呢会不会有空洞？这是正常现象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再来呢，为什么看不到里面？因为它的弹性够大，所以呢看不到。它的长度呢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它比那个牛仔裙的长度稍微再长一些些，所以呢也没有走光的问题。然后这个叉很贴心，它还有车起来，所以也不会一直往上破。口袋是假的，真的口袋在后面。然后尺寸非常标准，拿自己的尺寸就好，因为我是穿 S 号 ，S 号的部分。然后呢，里面有一件裤裤。有件裤裤作为小内里，但因为本身它的长度就已经是裙子了，所以其实有没有那件裤子，我倒觉得其实没什么差别。然后弹性超级超级好的。